既然北荒域已定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所有势力归入各地城池，立楚家为唯一皇室。我决定将万剑阁阁主之位传给水千月。楚小子，你莫不是要前往其他的世界？我楚星云感谢诸位在真灵大陆的帮助。那么父亲、母亲、母女还有挚友们，我们后会有期。